火锅它菜品比较丰富，口味比较清淡，抵御就寒冷是吧，又能解决我们的食欲问题，主要吃一个气氛。青海的土火锅啊，其实你细想一下特别有意思啊，它是一个五行俱全的一个餐饮美食。你看金木水火土，金呢是土火锅本身啊，木是里面燃烧的炭火，水呢是我们吊好的汤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人家说金木水火都有了，没有土，那我们就起了个名字叫土火锅，很有意思，很值得寻味。土火锅呢，这个热烈翻滚的过程呢，非常适合家人聚会啊，宴请宾客啊，气氛呢非常的热烈啊，又非常的温暖，所以我们青海人呢，特别是河湾地区呢，把它叫暖锅。我们这个土火锅，它不说土火锅土，来吃锅是里面的食材都是青海本地的一些特色，然后家家户户都可以买到吃到的一些食材。我们这个食材比较普遍，土火锅来也就是经济实惠，也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，有钱的来可以吃，没钱的也可以吃。最大的讲究就是肉啊食材都要新鲜。我们青海的土火锅讲究一个荤素搭配，土火锅里面荤菜素菜各七八样，和外地火锅的不同在于青海土火锅里面的食材都是提前煮好的，直接端上桌就可以享用的那种。我们这个土火锅的调料不多，因为我们青海属于高原地区，天气比较寒冷，我们的土火锅里主要的调料就是葱姜对于胡椒草就盐味，这就是几乎就这几样，主要是驱寒保暖的作用。每天早上熬汤是第一步，熬汤以后煮沸以后，然后就是加工东西，像炸丸子、煮肉、煮鸡，还要切那些锅里边的酸菜、打土豆、豆腐皮、海带、牛筋，这些都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加工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呀，我们厨师的这个进步吧，荤素搭配比以前也就会搭配一点。条件也好了，放里面放的食材也比较丰富了。青海这个地方啊，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啊，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冬季。我们青海人到了冬季以后啊，在物流不发达的年代啊，吃不到新鲜蔬菜，而且呢，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熟食肉制品呢不大好保存，所以呢，经常通过炸制啊、腌制的方法把它保存下来。哎，到了冬季呢，土火锅就起作用了。你看土火锅底下呢，我们一般都放的是我们腌制的青海的老酸菜，还有油炸的土豆、油炸的豆腐。那么表面上呢，基本上就是牛腱子啊，这个五花肉的熟猪肉啊。到了后期呢，交通便利以后，有了炸带鱼啊，也会在里面放一些海带呀、木耳呀这样的一些山货啊。所谓山珍海味融于一锅啊。那为什么会是表面上有一个很漂亮的肉面子，底下是素底子呢？也跟当年的这个青海的生活贫瘠有一定的关系，铺的八样荤菜的面子呢，相对来说主人家呢有面子，底下的荤菜呢，也可以略微的抵挡啊家境贫寒的这种状况啊。那么食客呢荤素搭配，再加上一股热热的汤，那么这个整体的感觉和氛围呢也是非常棒的。来吃我们这个土火锅的，一般都是亲朋好友或者是一大家子。大家过节呀、过年呀，平时周末的聚个餐呀，然后吃个我们的土火锅。毕竟土火锅里有荤的、有素的，大家团团圆圆的、热热闹闹的吃个土火锅，既暖胃又暖心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在青海所有的美食文化里面，土火锅呢是最能够代表家人团聚的，价格又不高啊，分拣有几，这种所体现的那种一家人团圆的那种氛围感。我觉得是其他的饮食文化所不能代表的，所以希望青海的土火锅啊，能够在青海的美食文化中间呢，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，并且也能够通过我们青海的旅游，能够传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。